Hello，我哋今日咧，会教 Z 嘅 flourishing 嘅。咁今次我 design 咗五个都几好写同埋好靓嘅文字啦。咁我会慢慢逐步逐步每一笔教你哋点样写嘅。咁如果本身咧都有练开西洋书法，其实就应该会觉得好容易嘅。咁冇练开都唔紧要噶。我哋慢慢逐筆逐筆學習。好，第一個字呢，我會覺得係最簡單嘅，因為呢，佢需要做嘅裝飾線呢，冇唔係話好多。咁我哋呢，首先用咗原子筆學下究竟個步驟先。OK，好，首先向上。第一筆，轉個圈。第二筆，打橫。第三筆，好啦，第四筆啦，一筆過。一、二、三、四、五，第四啦。做一個連嘅筆畫啦，咁或者咧，我哋喺隔離呢一個，我哋用住一個原子筆做住一個示範先。好啦，第一筆，好，轉一個細細嘅圈仔，打橫。第四筆。咁呢個唔算係好難啦，我自己覺得。咁然後我會用啲 pen 去再寫一次俾大家睇。向上，打個圈，打橫。斜落嚟，粗嘅，轉圈，又粗。又翻嚟打一個大嘅裝飾。OK， 搞掂。上去打個圈，打橫，落嚟粗，打圈，落嚟粗，好，裝飾線。俾大家睇。上打圈，打橫，落嚟打個圈，落嚟裝飾線。今日有少少鼻塞，好啦，繼續啦，第二個 Z 嘅寫法啦。咁呢個咧仲簡單啲嘅，大圈上第一筆，打圈打橫，同頭先一樣，你可以分兩筆或者做一筆過都得。三。好，落嚟打圈，再落嚟，好兜返嚟，上返去，咁唔使諗出嚟，或者你自己鍾意好似上面咁樣諗返出嚟都得。好啦，喺隔離示範一次俾大家睇。打圈第一筆，好上嚟，落嚟打圈第三筆，落嚟打圈，落嚟 descend the loop 第四筆。OK， 跟住我會再用啲 pen
下谁？啱啱好篤到少少，穿少少，穿到中間。好，就呢幾個，我哋繼續。上堂咧都會同學生講，記得寫慢啲，寫啲長嘅筆畫咧。如果怕自己手震，最適合的方法就是閉氣了，或者需要寫一些呢比較多裝飾線的筆畫呢，我都會閉氣的。好，最後一個大圈上去。好啦，最後一筆啦，OK， 搞掂。好，嚟到第三個，第三個呢可能呢就有少少難啦，亦都要呢閉氣閉耐啲啦。第一次示範先，第一筆上去打圈，第二筆、第三筆打橫，落嚟第四筆連住一次過打個八字。OK， 好，第一次上去打圈打橫，落嚟閉氣連住打八字。好，這個有些挑戰性的。好了，開始了。好，上去打圈打橫，下來打圈，下來 descend loop。 好，八字穩住，hold 住你的呼吸，完成。再来啦，上去打圈打橫，落嚟打圈又落嚟 descend loop， hold 住你的呼吸，八字完成啦，忍住，搞掂。最后一隻啦，向上打圈打橫，落嚟第四個步驟啦 ，descend loop， 閉氣 ，hold your breath， 八字 oval， 搞掂。好啦，第四個，第四個我覺得容易過第三個。如果你哋覺得唔係咧，可以留言話俾我聽，邊個最簡單？好啦，又系啦，试下个笔画先。上去第一笔 entrance stroke， 第二笔一个 loop， 第三笔打环，第四笔 descend loop， 打圈打交咁样。八字应该系一个，应该都唔系一个八字，唔紧要。好啦，原始笔画一次下，上去 entrance stroke loop。打滑落嚟 descend loop， 好，打第一个圈，第二个，第三个 over。 好啦，哎呀，头先饮埋水嗰阵吞到支笔添。好，上嚟 entrance stroke 打圈打滑一笔过啦，你哋熟嘅都可以吓。descend loop 落嚟 loop。落嚟好，加油 loop， 第一个加油 oval， 第二个加油，第三个闭气。好，再嚟啦，entrance rock loop 打滑落嚟 descend loop， 落嚟第一个 loop 加油，第二个 loop加油，第三個搞定。好啦，最後一個
entrance road 了，打滑落嚟 descend 的了，閉氣閉氣閉氣，一口氣一氣呵成，搞掂。好啦，第五個，第五個咧，這個都有啲難啊。睇一次先，第一筆呢度。一、二、三，其實是一筆下。好，下來三，不要讓它停，轉埋個圈，第二筆打滑，第三筆快的一筆過了，下來下來起八字第四筆，好得意啊。可明明啲筆畫完全唔同，但係最後咧，每一個字都係得四個筆畫。好，示範一次嘅八字落嚟，誒上嚟打圈打環，唞一唞先，閉氣落嚟轉圈，唔夠氣唞一唞先，閉氣落嚟八字。OK， 好，試下啲pen啦。開始，好，閉氣閉氣閉氣，打八字閉氣，加油，忍住唔得就鬆手攞兩筆。OK， 第一個，第二、第三筆啦，應該係。OK， 落嚟，好，閉氣，唔好呼吸啊，唔好唞氣啊，搞掂。好，再嚟嗰個。One, two, three， 呢度開始。好，撳住張紙先。好，嚟啦，閉氣。好，搞掂。落嚟，好，閉氣。搞掂。好，再嚟。你哋可以咧喺我嘅 website 度 download 呢一張嘅 worksheet 嘅噃。OK， 好，最後一個啦，加油！多謝你哋陪出我呢十幾分鐘啊。OK， 大家注意身體啊，閉氣，第一個捋 ，OK， 打橫一筆過算啦。好，第二筆落嚟轉圈 ，descend the loop。唔得嘅，同我閉氣；得嘅，都要閉氣。搞掂五個，五個字。好啦，多謝大家陪咗我呢十幾分鐘啊！我哋已經完成咗呢、這個Z 嘅 flourishing 啦。如果大家咧覺得有咩問題啦，啲難題啊，想問啲譬如。點樣可以改善下自己寫字呢，我都好 welcome 你哋咧去IGDM 我啦，或者係 send email 俾我嘅，或者你哋可以留言啦，話俾我知最中意係第幾個C 嘅 flourishing 啊。咁我嚟緊咧每逢星期五咧都會出一啲嘅 worksheet 啦，俾大家練下 flourishing 嘅。下次我就會出 Y small letter Y 嘅。flourishing 嘅練習俾大家啦，咁你哋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啦，同埋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話，咁我哋下次再見啦。